为期三天的卓越第十五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展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开幕。作为2018年的开年第一展，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上千房产和移民项目。作为亚洲最大的国际房地产展示平台，卓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展走过了超过10个年头，累计展商超过3000家，高端投资者超过50万人次，成交房产上百亿。2018海外留学的刚需房和高性价比的旅游养老地产是两大投资主线。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留学环境如何？曼谷、普吉、比利时等国的度假房产最低什么门槛？趁着周末，不妨到展会现场参观一番。这次带来的有20几个项目，有加州的、德州的，还有佛罗里达的。美国房产现在今年极度的缺货，有些项目需要去抢房了，需要去排队了，所以这在3-4年之前是不可以想象的。我们本身呢是一个来自德国法兰克福黑森省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集团，主要我们目前来带来的项目是 The X， 就是一个酒店式公寓的项目，它里面总共有超过204套大大小小不同的公寓，一般来说是在20万到50万不等欧元，当然